对吧？哈、哦，从今天开始呢，徐光汉正式成为一位歌手，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然后也希望他能够随时切换，一下做演员，一下做歌手，一下做演员，一下做歌手，我努力，可以吗？我努力。所以啊，唱片公司要送你一个超大任意门，象征着你从这开门过去呢，你就是演员，回来这里你就变歌手。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拍照一下，好啊，你演绎一下这个感觉，演绎一下，对对对，演一下这个要进入。好，现在是歌手徐光汉，好，换个手吧。接麦呢？好，来，我们先假装拍一下哦。好了，各位唱片线的媒体朋友，歌手徐光汉要离开喽，他要回去当演员喽。但是不用担心，我们有一个无敌任意门，随时都可以召唤他回来。好，谢谢歌手徐光汉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好，在这边停一下，停一下。好 ，OK， 定格一下。好，好可爱的一个设计哦。好，左边，好，探头哈，探头出来跟大家互动一下。好，还有哪边？好，对对对，这站好一点，站好一点，刚刚很像小偷你的，对，中间啊，这是好，左边看一下，好，哇，你摸得到上面耶，人高真好，好，右边右边，好，再回来一些些视线，好。好，还有哪边？好，最后中间，中间下方。好，站在可爱的任意门。好，这个音乐真的都是会跟着摇摆，太舒服了。好 ，OK， 那就拜拜喽，谢谢歌手许光汉，拜拜。好，谢谢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好，好的。接下来可厉害了，我们再打开许光汉就不见了，哈哈，来，哎，你看，哈哈，非常厉害的魔术，走，就要走快一点，好，我们马上进电子媒体朋友联网，谢谢各位，我们台上见。